倾城。注定是我为你披荆斩棘。倾城，没想到七的功力已经精进到可以打破我的共鸣之术了。也好，正好趁这个时机好好研究一下我的医术。老三，后悔吗？后悔什么？咱们不早知道会发生这一切吗？事情呢虽然有变数，但不也和咱们预想的一样？交换一点灵犀的
月姑娘身上的玉佩倒是很别致。这是今朝送我的。